你管，看见不管？我问问，讲一下，小孩，你这你是自己剪的是你的妈给你剪，你自己剪？是吧？自己剪以后，光剪的前边，这两枪指甲角，这两边指甲角边尖，别用指甲尖尖，你可以用这平口夹的平口剪子，用这平口剪子，这样一刀光剪前头，这指甲角，它的尖儿溜到这，端到这肉里边了，溜到肉里边就扎到这就发炎，看你的这。 这都是会弄的，给这一弄和弄和流出来，你别弄，我现在给你修了啊，不疼。你这是尖儿跟筋前边修路都不疼，它可能都不挨住肉都修出来。你要是给后边修路会疼。长肉的，你怎么挖了一块？你这好了一点是你自己没有弯那么狠，你要用了，它自己给家越弯越狠，越弯越狠。 它越弯越狠，它那指甲离肉越紧，挨住肉它修路修路它都会疼，会流血。懂了，给它修快点，看见这就这一点尖儿，看见吗？就是这一点尖儿，这一点点尖儿给它就扎的。